风起树衣坑源。一条有哪行过平埔年代的大陆溪，流入西边的海底，流出山坪的大都王国，流过土甲窟港的风华。1890年，吴文忠行入溪边文忠路的风溪书院，为台湾人开笔灯，点文化的光明灯。红酒带来公理和正义，溪水吟唱咱土地诗，诗意儒雅先贤。天为经，溪心灵，地作位，八道理，子子孙孙代代有智慧，万年的风溪流水，永远是未枯落的高贵灵魂。黄溪书院，伊是较早是属于中华馆。1723年建县的时候，彰化县的县邑就位大甲溪南湖尾溪以北，所以伊是属于彰化的一个书院。黄溪书院最主要伊是咧教一寡学生会写诗嘛，写诗的过程内底吼，阮彰化的诗人一路的特色，因的诗拢是种批判性格跟抗议精神，所以是追求公理正义的一种作品。啊，读册人应该袂使只为了利益，应该追求的是人生的价值，文学的价值在哪里？所以啊，黄溪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去了解的。飞越文学地景，看见台中百年书院之美。